请坐，请坐。耀祖，来。哎呀，你看看你。来来来，啊，牛耀祖，长大了一定光宗耀祖。牛老太爷，啊，令郎眉心这颗痣生得好啊。二龙戏珠，帝王之相啊！蟠桃献寿，吉庆有余。混账！怎么了？烫哪儿呢？给我抓住他！大哥，收下他吧。大哥，够火候了嘿！玩意儿要练到11成、12成，到场子上才敢说有10成把握。是啊，还得往身里下功夫啊！来喽，来喽！少兄，你嚷嚷什么呀？爹，汉口丁大叔有回信来了。哦，嘿，老丁总算没忘了咱们穷哥们儿。嚯，汇票都来了嘿，快去还去吧。忙什么呀，坛子，又想喝两盅了吧？啊，哎呀，快看看信上怎么说的吧。大哥，叫我们就去。上汉口嘞，小狗子。哎，这咱们进园子了，小狗子这名字可叫不出去了。哎，叫少杰吧。好，华少杰。来，我再送个艺名，江湖人称飞刀华。Thank you.
天天客满呢。嗯，这段话。看这个小班子，论玩意儿，那要比东亚的日华艺术团强多了。哎，那不是东亚的金淑兰吗？哦，大哥。哎。哎呀，老丁啊，看把你忙的呀！打你们这一来，同乐散走红了。哎，你歇着。呵，开戏园子呢？得了吧，哈哈。怎么着？没给你丢人吧？啊，嗨，咱们一省班还什么说的？丁大叔啊，哎，哪天你也上一场啊？我能上什么呀？把您的皮条再露露嘛。我要不是那年伤了腰，哪舍得改行喽。兄弟，你这一改倒改对了。坛子，咱可得留点神呐。要说这开茶馆干戏园子的没好人，对不对？要不你怎么连个媳妇儿还没混上呢？哎，玉珍啊，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把他管好啊？他呀，就是没点正经的。开戏园子的晚饭也不容易吃。可不，这儿的大东家张老太爷就够难伺候的。是啊，这天天满座，倒三七猜账可太难点了。算了，东北到处本命强多了啊。小军，上。谢客，谢客，谢客。大叔，哎，金姑娘也来了，坐坐。好好，哎，就请吧。丁老板，财源茂盛啊！祸福多福。哎呀，哪有你金老大好福气哦！拿了拿。他这位素兰姑娘，可真有绝活哦。丁大叔，你别说笑话了。这是名师出高徒啊！好说好说。
这位是梅经理。梅经理，您多照应。李老板，明天到东雅来谈个事儿，好吧？好好。山本队长，你的心爱的，我们大家的呢？是是是。山本队长，请。秦姑娘，她大的好呢。素兰呐，你怎么老是绷着个脸呢？哎，吃我们这碗饭，不懂得应酬，还行吗？啊，素兰，好，牛科长，这个老古董不要带来。金志谦，我的钱可得花在刀口上啊！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？我都给他说好了。这孩子他没见过世面，这个事儿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。哎，先在这儿等一等。欢迎哪位观众上台来跟这位世界闻名的日本拳仰大力士较量武艺，有能胜过拳仰先生的当场奉赠黄金十两，绝不食言。我试试。Yeah.
中国人丢脸。干什么？哎呀，呸！狗养的，这下摔得可真狠呢、啊。快扶我一把呀！哎呀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呀！您这是何苦呢？少废话，弄点膏药来。待会儿，牛科长约我们吃馆子去啊。我不去。你这孩子怎么不识抬举？您去吧。我？哼，我要是个女的，我早发财了我。哎呦，哎呀，哼，你也不想想，爹带着你图的是什么？咱们能巴结上牛科长这么个人物，容易点。凭玩意儿吃饭吗？您看看人家易胜班。嗨，易胜班，他能跟日华艺术团比呀、啊？改明儿咱们跟着牛科长，围着大东亚，那么一艺术，再那么一共荣。嗨，谁不想往高处走啊？易胜班，他也得往这儿奔。小杰，这儿的日华艺术团就是牛科长主办的，久仰久仰。现在日华亲善，艺术团打算添招人马，牛科长要跟你们艺胜班里匀两个人，不多嘛，就两个嘛，飞刀华，还有那个李，就是耍鞭子的那个。怎么，有什么难处吗？牛科长，那我们小班子可就撑不住了。嗨，自己人还不好说，当着牛科长的面要多少钱好商量。艺胜班不卖人。我也是替友邦办事，这个事是山本队长交下来的。牛科长您可别在意，让我们先回去商量一下吧。我看就让他们先回去吧。就这样吧，先回去吧。爹，那个牛科长叫什么名字？管他叫什么呢？东亚这个事儿掉脑袋，我也不去。谁去谁孬种。尽嘴上说着痛快有什么用？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去？那咱们就拧拧试试。你这是跟谁说话？大哥，这个事儿可不能由着他性子干呢，地头蛇斗不得。别嘀咕了，天大的窟窿，地大的补丁，咱不惹事也别怕事。睡觉。对不起啊！
前座那几个人不是东雅的吗？都是牛耀祖手下那批东西。大哥，是不是让老丁去找张老太爷出来说句话？得得得，你这叫妇人之见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妈，我上了啊。好。我还是到张老太那儿去跑一趟。火器学艺不精，可是人有失手，马有漏皮，请各位多多指教。别打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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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妈，有啥暗算？妈，哭什么呀？少杰，慢着，这刀不能上，上刀后门，上。老四少，各位老师傅们，小班子初到贵宝地，人地两生，有不到地方，求各位多多的包涵。这飞刀可不比鞭子，人是肉长的，刀是铁打的，是手卖命的玩意儿。我这求老少爷们儿多照应了。少废话吧。老弟，
这里是由我们顶，你快走。千木台，快给我送。有话好说嘛！哎呦，大哥，送。人我是看准进后台了，限你们明天交出来，交不出来封园子。杰呢？全阳先生连摔三跤，要不，哼，别想出东亚的门。你怎么办？我不回去了。少杰，走吧。哎，你出来家里知道吗？大爷他们都已经离开同乐了。啊，走吧，走。这把东西都扔了，往下可怎么混？哎呀，这事情赶到这儿了吗？有什么法子呢？还没回来，这要再闹出两条人命来，可怎么得了？我早说过，少杰这孩子，非好好的管着点不可。你少说点不成吗？也不嫌累得慌。哎，来了，少杰。少杰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他把尿祖给揍了。现在啊，东崖可热闹呢。得，
多亏了金素兰呐，要不少杰啊今天就……大叔，金素兰也回不去了。少杰，谁让你上东崖去的？牛耀祖太欺负人了，恨不得一刀子攮过他。呵，你还爹？刀呢？从今以后，不许你再动飞刀。大哥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，咱们快离开这儿吧。金姑娘也回不去了，她想跟我们一块儿走。什么？你还想再加个拐带妇女的罪名？你这叫什么话呢？玉娟，金姑娘，金姑娘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没家，爹妈早死了。那金吉庆是？他不是我爹，我从小是给他拐去的，现在他又要把我卖给牛耀祖。金姑娘，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在意啊，我那是……不，大叔，别为我一个人让大伙为难。金姑娘，金姑娘，你既离开了东崖，那我们绝不能让你再回到虎口里去。可眼下我们一升班还不晓得往哪儿奔，往后的日子怕委屈了你呀。大爷，您好吧，那就先跟我们走吧。破庙就算到了家了。好，停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
耍上一套。哪一套？还耍这几套板凳。对，这套功夫可不大好耍，不大好练。不好练。这把鼎要拿得上去，竖得起来。竖不起来。板凳倒不了，水洒不了。不能洒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呢。不错。各位看着耍得好。怎么样啊？您老掏的口袋，随便的赏几个。随便的赏几个。带钱的帮个钱场。对。没带钱的帮个人场。不错。伙计，哎，看看有走的没有？没走的。好，咱给那不走的爷们儿磕一个。磕一个。咱给那站脚助威的爷们儿也磕一个。也磕一个。咱给那大把赏钱的爷们儿再磕一个。再磕一个。早不走晚不走，我一要钱你就走。怎么样啊？咱也给您磕一个。也给他磕一个。好，说练就练啊。起。好。各位老少爷们儿，你老掏的口袋，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吧，帮帮忙，帮帮忙啊，随便赏几个吧。好，这位大爷赏了，谢了谢了。啊，那位大爷给了，谢了谢了。啊，那位大爷，谢谢。帮帮忙，帮帮忙，这两个钱吃饭不饱，住店不了啊。随便的赏。那位大爷随便赏几个吧，赏几个赏几个。随便的赏两个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随便的赏个三个两个的。好，帮忙啊！谢谢谢谢。好，这位大爷给了啊、哦！好，谢谢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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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位帮忙赏两个吧？再帮忙给两个吧。哪位大叔赏两个吧？住店要店钱，吃饭要饭钱呢、啊。老少爷们，你老掏的口袋，随便赏几个吧。各位帮帮忙，再凑几份吧。伙计，哎，有几份了？十二份了。好，咱们全场再求八份。再求八份。哎，大哥。大哥，你病着呢你。再求八份，再求八份。再求八份，再求八份啊！伙计，这几份咱们不能白求白要，我再练一套。好，瞧你的。走走，三了三了，三了三了。先生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他妈的，空闲期间谁教你们敲锣打鼓的？先生先生，有话好说。哎，搬凳子，请坐。哎哎哎，你们这是破坏防空治安，违反政府法令，知道吗？先生先生，小班子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您老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哎，请坐请坐，这边坐。哎，你们登记过了没有？是啊是啊。先生，这点小意思，你喝杯茶吧，帮帮忙帮帮忙。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啊！我走，请您多照应。啊，哎哎哎，先生，您轻一点，我这衣服都糟了。走啊！我这，哎，你瞧，好好好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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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忘了去登记啊。满想着出了日本人管的地面，该过个安生日子了吧？哎，可还是没咱的活路啊！谭子，玉振，你查点查点，看还有什么东西可卖的吧。大哥，你就安心养病。别操心了。大爷，别花这冤枉钱买苦水了，吃饭要紧。你们放心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舍不得扔在外乡呢。
少杰，大爷不是不让你动飞刀了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这最后一招再不拿出来，日子怎么过呀？已经三天没钱给爹抓药了。拿去卖了吧。不用，这是你妈留给你的。我给你当靶子。来吧。你们这干什么？别藏了。刘大叔，您千万别告诉我大爷，再不让他练练，这活就怕捡不起来了。货还没传够啊。乌鸦当头叫，不是好兆。看不见咱们的飞机，真要打下梁家来接接气。他妈的，炸吧！炸弹要有眼就往这儿来，省得活受罪说。新过年。
心里不痛快，少喝点吧。再来碗。空肚子喝酒不也伤身体吗？伤不着你就是了。先吃点吧。爹，哪来的钱呢？今天场子上还不错。那也得省着点花。咱这撂地是刮风一半，下雨全无啊。要留点后步。哎。喝酒了？还没吃饭吧？先吃点压一压啊。刘大叔，这又犯什么毛病了？这是。嗨，砸了个坛子嘛，也不至于这样啊。你们不用看我的笑话，我走，我滚蛋。哎呀，老刘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老弟呀、啊。你心里有什么委屈，跟老哥哥我说一说嘛。刘大叔许是喝多了点儿。我从小没爹没妈，没人管我。这我喝了点酒，都管着我。管你是为你好哎，还弄个人盯着我，我喝你们的了。刘大叔，我那可不是有意的。还有你说的，去给刘大叔赔个不是。刘大叔啊，你少多嘴。干什么呀？这不是成心拿少杰撒气吗？好，你们都是一条藤上的。我，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，是我多嘴了，刘大叔。你别叫我大叔，我叫你大叔。那天早上我多了句嘴，你那一飞刀打的是乌鸦，戳的是我呀。少杰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把飞刀又拿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谁叫你拿出去的？大爷。少杰眼看大伙混不下去了，才瞒着您拿出去的。刀呢？刀呢？爹，刀呢？爹，我卖了。一生算昏到头了，
散吧。不好了，少杰，你耳环呢？走吧。大叔是个没心的人，你可别在意呀、啊，大叔。这还是师父传给我的，我真是对不住他老人家。哎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别说还是警报分了心，这有什么抹不开的呢？是我对不起我爹，他老人家把医生班传到我手里，可我没有能把班子带好。大哥，这个世道都快把人逼疯了。老弟，咱们从小一块儿受苦练艺，我跟你几十年从没有红过脸，现在再穷再苦我们也要一块儿熬过去。俗话说呀，留得青山在，
不怕没财少。大爷，腿上绷筋，爹，您怎么起来了？穿上点。爹啊，什么时候练艺不光是为奔饭吃就好了？奔什么？奔绝活。都说江湖上藏龙卧虎，可是有多少练家子为了奔口饭吃，就把功夫给荒废了。练了一辈子的功夫，受一辈子的穷人多了。可咱们呢，人穷志不能穷，怎么也不能把玩意儿扔了。要让绝活失了传，那就更可惜了。可我这辈子差不多了，人活七十古来稀呀。大爷，您这一身好功夫，得点小灾小病的算得了什么？好汉就怕病来磨呀。这根皮条多年没使了，你还拿出来干什么？咱们总不至于老撂地吧？你要怎么样？我就不信咱们老这么让人家骑着脖子过日子。好，是该瞧你们的了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了？鬼子投降了！爹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投降了，真的是真的。哎呀，总算熬出头了，咱们再回汉口找老丁去。少杰，咱们回汉口喽。我倒成了累赘。爹，我就背也把您背回去。好，回汉口。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哎，老丁，哈儿，老丁，哎，大哥，老弟，丁大叔，哎，老弟，丁大叔，你们可回来了。丁大叔，金姑娘，哎，这几年她跟着我们可没少受罪呀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快歇着吧，啊，哎，坛子放下吧，放下放下，一路上辛苦了，连滚带爬，足足走了一年多呀，都混成要饭的了。到底没把咱们困住，
总算闯过来了。丁大叔，哎，牛药组枪毙了吧？这倒不清楚，这东西不知跑哪儿去了。哎，金吉庆呢？嗨，白面抽着都抬不起头来了。这种东西啊，死了也不过臭快递。妈，咱们东西还在这儿呢。这几年见物不见人，可真不是个滋味啊。多亏你啊。哎，现在你们来的正好，张老头正发愁接不着班子呢。哦，这回啊，咱们非五五对差不干。老丁，就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坛子，咱们重打罗定开张，再干起来。这样闲着，我的病也好不了。明天呢，我得上。哎，回头我们跟老丁商量商量。甭商量，都是你的主意。大哥，你就别操心了。诸位，久违了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出去出去。哟，你是谁？后台种地，闲人免进。走走走走走。我找我闺女。苏兰，你可回来了，这些年把我想得好苦啊。有什么话你说吧。你好狠心啊，临走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坑得我呀。谁坑了谁你心里明白。苏兰，爹可是没亏待过你啊，爹从小把你养大。你从小把我骗到手，吃了我十几年，临了还要把我卖给牛药组，我还欠你什么？你说。李宗义，你说句话吧。素兰不是个小孩子，让她自己拿主意吧。他怕做不了这个主吧？金吉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各走各的路，我不认识你。你是招了野男人，你不认爹了你？说话别带骨头啊！啊，你这是不打自招啊！好，你们要不让素兰跟我走，我告你们一生班拐带妇女！你胡扯！那你跟我走。你做梦！你不走，我可一头撞死在这儿。来吧。哎，我这是一步错，步步错呀。素兰，我这么大的年纪了。哎，别嚎了，别嚎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走走走走走，省着点花，少抽两口吧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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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这大爷，少卿，上场了。
哥，小两口的事儿该办办了。哎，对，也该找个茬痛快的喝两杯了。好，哎，到时候你可别唱贵妃醉酒。他还贵妃呢，你唱刘媒婆吧你。好嘞，四季鬼哎呀，不要了。新娘子，喝了这杯吧，啊，喝喝。谭队，你别老盯着新娘子呀。哦，新郎啊，来来，你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但是我不能喝了。哎，喝喝喝，喝完这杯交杯酒，送新郎新娘入洞房。好，喝了这交杯酒，进洞房啊！喝喝，哎，好，喝。大哥，让新娘子先喝呀。哎，对，新娘子喝。来，喝呀，喝呀。哎呀，坛子。孩子们一口一个大叔叫着你，别这么没大没小的。哎，三天没大小，今天我管少杰叫大叔都行。来，喝，好，喝，你喝，喝完了听他就好听的。对对对对，好，少杰，喝，喝，好，好，好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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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，好，金子，哎，谭子，哎，别别走啊你，哎，别笑啊。来呀！哎，新郎新娘坐下，哎，坐下，坐来，坐下，近点儿，来吃点吧，吃两个，吃啊，哎，甜甜蜜蜜。对，甜甜蜜蜜，年年如意，今天洞房花烛，来年状元及第。嚯，老小子哪来那么大学问呢？这叫福至心灵。好好的干。慢慢的存俩钱儿，叫老丁帮咱们经营经营。什么时候啊，能混上个大棚啊，就好了。这事儿交给我办，绝错不了。要有了大棚啊，那干脆就来个马戏班了。对。嘿，什么时候卖艺的不受穷，什么时候卖艺的能走红？要戏园子有戏园子，要大棚了有大棚。来他几只大铁笼啊，装上狮子老虎大狗熊。我又喝多了。谭队起来起来。哎呀，你起来算什么？你看，哎呀，别乱说。哎呀，喂，瞧这大狗熊喝。一升班20年来头一回这么热闹，来把大狗熊抬走。哎呀，走！哎，去去去去去！刘科长，这是谁啊？金志清啊。嗯，大姐，去你妈的。李老板，今天难得牛科长赏光啊！什么？科长？牛处长？哦，是是是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请请请，哎，各位请坐啊，哎，抽烟抽烟。哎，金素兰飞刀华呢？有什么事吗？牛处长要找他们两个叙叙旧。您请喝茶。
他们正在台上呢。大哥，您不忙，台上马后了啊。牛处长，滚开！你把医生班的人都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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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，快走，走啊你！处长看你有病，关照放你出去。那我们还有几个人呢？少啰嗦，走吧。
少杰。这撒完也得烧，想不到也杀了人了。这些东西该杀。再吃这碗卖命的饭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爹。记住，别再吃这口卖命饭。爹，爹，爹。少杰，你带素兰快走吧。我不能走。丁大叔，您对我们的这份心，我忘不了。哎，您还是快离开这儿的好。班的人呢？在，都在。李松义不是已经放出去了吗？等什么？我关照他们放人就是了。你跟我走。上哪儿？咱们外边说去。从哪儿走？处长，处长，来人了，快！
完了。少杰，爹常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难道这碗卖命的饭就真吃不下去了？毁在牛耀祖手里的不止咱们这几个，就你一个人跟他拼命有什么用？我去找点活干。你这样哪行啊？防止破坏。共产党八路军的传单，叫咱们帮助解放军监视公贼，逮捕特务头子。好，好。哎，没说八路军什么时候打到咱们这儿来呀？汉口已经听见八路军的炮响了。苏白，走上汉口去。啊？去打听打听大叔大婶他们怎么样了？有消息了，给咱们穷人报仇的人来了。什么？共产党快打到汉口了。
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说，我们长井人，你抓到哪儿去了？牛要做，你也有今天呢。要是活到解放就好了。他老人家吃了一辈子苦，卖了一辈子命，哎，在旧社会卖命也还活不了啊。那时候钟霞跟少杰演飞刀，我哪一场不是提心吊胆的？直到这会儿，我看见这些东西，心里都还有点。现在不同了，领导跟观众那么关心咱们。像飞刀这样危险的节目就不叫咱们演了。是啊，咱们人也多了，是应该多排点新节目了。台上在上什么？大伙门。这回咱们得好好排几个大节目了。对，嘿，卖艺的总算走了红，有戏园子，有大棚，共产党做了主，卖艺的从此不受苦。这苦学苦练现绝技，多教几个好徒弟。对，再闯五湖游四海，咱们卖艺的也要为国争光彩。